本师释迦牟尼佛，地利文殊智慧用，地利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度，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今天呢，开始讲那个佛子心，佛子心三十七宗呢，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啊，就是。这个修心法门里面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窍诀，这个法呢以前也已经讲过很多次，我想我们这里的一些这个道友们呢都非常熟悉，那么这个法也特别的重要，我们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着重的宣讲这部法。那么上师呢就是仙鹤的子也是在别的一些上师面前听过，就是全部加起来的是150多次，就是所以说我们这部法的这个重视性啊，就是可能很多道友来讲是不一定够，我们有些道友都觉得是三十七宗，这个佛子心三十七宗呢以前都已经听过了，自己背诵过啊，那就不是那么很难的，就有可能这种想法，其实这个次序上应该是不是很难，但是呢它的内容相当殊胜的，也很深奥啊，就这样一来，我们这个道友们呢，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应该引起这个重视，因为这部法呢，是整个这个藏传佛教大乘法门的这个修行的一种要诀，修行的一种精要。那么懂得了这个法之后啊，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改变就是相当大，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增长。即使说你内容呢就是不太明白，但是这个次序就是传达而变，那么就听到这种教言的话呢，那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自己的大悲菩提心呢就是增长啊。就这样一来呢，我向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讲，这个如菩萨行论的同时，就学习如菩萨行论的同时。同时呢，大家还是要这个修习这部法，尤其是我们今年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今天也是要求大家一定要这个背诵，就是这个三十七宗背不烂的话呢，那可能是你有点笨呐，就是没有必要读佛学院了，就是读佛学院就是连37个诵字都是背不懂的话，那就不行了，就是一个月你吃多少顿呐？就是那这个37顿肯定不了。所以我像那个就是几个月当中就是37个诵词都是背不了的话呢，那肯定不行的，除了极个别的老年人以外呢，我希望我们这个在座的所有的道友呢都一定要背诵，不仅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菩提学会为主的其他的这个十方道友心中呢一定要背诵，就是这个佛子心。以前上师如意宝呢就在我们这个学院建立的时候呢也是当时说过，你最最低的话呢也要这个背诵这个37宗佛子心和这个3住要道论啊、修行八颂啊等等，就是这些简单的这个窍诀书呢必须要背诵，就是这是这样讲过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呢就是应该就是对诸佛菩萨面前一个发供养，其实背诵的这个利益和功德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背诵的时候花一定的时间啊，花一定的精力，很多道友都知道，就是上半年我们这个背诵的基本论点呢，那个时候的这种花精力跟平时的我们看书呢完全是不相同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你一生当中的这种影响很深的，之后呢就是来自生生世世在你的阿赖耶上面的种下的菩提种子呢就是更为这个坚固，所以说我们这个背诵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此我想呢就是大家都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就是重视就是所以说我们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就是把这个佛子心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这个温习好好的温习。那么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讲过，就是大家也可能知道是这个佛子心呢是无著菩萨这个做的，无著菩萨呢就是当年做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个殊胜的缘起，就是传记当中也是有他造完了以后，那个告子在这个他的这个参访上这个校对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突然刮起这个狂风，然后所有的这个
稿子呢，就是被那个风啊，就是卷到这个十方去了啊，就是连一片都没有这个剩下来。没有剩下来的话呢，以这个缘起啊，就是这个佛子行呢，就是光弘整个这个世界。那么如今的话呢，在我们藏地来讲，不管是尼玛派、噶举派、格鲁派、萨迦派等，所有的这个各教各派当中呢，都在弘扬，都在这个学习。不仅是藏传佛教，就现在呢，就是汉传佛教的各大城市和各大寺院，以及呢，就是在这个像美国啊、加拿大，就以前我们去过的很多像这个台湾、新加坡以及，这个法国等等，也就是他们的这个信徒们呢，都是译成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字，然后呢，就是都在这个吸取修学这样的这个佛子信呢。因此，当时的这个缘起呢，就是也非常的这个殊胜啊，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狂风呢，就是不是不好的这个现象，还是这个我们在问世的时候，原来我们这个当时上是讲释量论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我们这每天辅导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房子，就是在院子里面辅导。每次那个辅导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当时是冬天，就起狂风，就好多道友的这个树呢，就是到处都在飞啊，就是然后醉半天，就是拉回来又再看，又再看，一会儿又去一个狂风。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就是，如果想到的话，那还是这个说明就是弘扬这个释放的一种象征吧。就是开玩笑，就是我们，的确是这个法很殊胜的。当时那个无主菩萨生病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子告诉他，说是你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留下一个遗嘱，这个教言，就是当时无主菩萨呢，就是说是就我的遗嘱呢，就是这个佛子行了，就是除了佛子行以外没有别的遗嘱。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的确也是在一生当中呢，也是这个听过很多次。像上师那么这个具有智慧的人，为什么是在众多的上师面前听说呢？应该说是有这个殊胜的这种秘密。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一方面自己啊就是经常闻思，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些道友们就是在上这个辅导的时候啊，就是也这个好好的听啊，就是希望呢，在座的道友也是这个法师们也辅导这部这个论点那么。我们这个修学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里面的这种内容，就是关于自己的这个内心。那这样的话呢，真的很殊胜。我个人而言的话，也是这部论点的这个信心是很大的，就是不敢说修得很好啊，就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想了一下，可能在上师面前，光这个上师如意宝面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听传承的话，那就是肯定就是上100次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师这个到哪里去的，就是国内外，就是到哪里去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寺院里面就是光这个就有时候有时间的话，那就是给他们详细传一遍。如果没有这个那么多的时间的话，那就是给他们念一遍啊，就是念一遍。那这样的话呢，就全部加起来，虽然没有统计，就是要全部加起来的话呢，肯定有100次这个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在心里面这样这个想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我们这里的很多老道友都知道，就是上师呢，就是在每一个这个讲法的过程当中，经常呢就是传这个佛子行。其实这个佛子行的原因对我来讲呢，也是比较这个特殊的。你现在应该20年前的时候呢，当时法王如意宝也是带领就是10000个这个藏族的这种信徒前往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对这个汉传佛教呢，就是也一点都不了解，就是汉传佛教呢，就是对藏传佛教呢，不像现在一样的，就是一点都是不了解。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上师也是那个就第一次的这个传法呢，就是这个佛子信啊，就是佛子信。当时呢，我们也是对这个汉传佛教的，还有尤其是汉语上的佛教上面的名词是特别的这个陌生，就是不了解。那么上师当时要求就是让我这个翻译就是佛子信，就是在我们在这个五台山菩萨地呢，就是菩萨地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参加的这个汉族的出家人和在家人都比较多的，就是然后当时上师呢就是要求让我这个翻译，但我翻译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佛法方面的这个就很多名词都是不太懂的。但后来我害怕这个破缘起，就然后呢，就是一直这个硬着头皮，就还是这个就晚上一直使劲的，就是查各种资料，就是好多好多佛教字典也没有的。然后当时呢，就是以可能我自己像是以这种这个缘起吧，就是在这个就一直在20年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个人而言呢，就是也对这个汉族的一些思想
那么以这个缘起呢，就是如今也是我们这个共同就是研究这个汉地宗祠呢，就是传述的第一部分呢，应该说是这个这部佛子心。 那么以这个缘起呢，就是如今也是我们这个共同就是也了解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的知识。一方面呢，应该感恩这个上师；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就是以欢喜心来，就是大家去接触这种这个法。那么这个佛子心的内容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知道，就是我们下面就是简单的字面上做一个介绍。那么佛子心就是三十七颂呢，实际上是这个论点的这个题目啊，就是题目什么叫做这个。 佛子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从那个严格来讲呢，就是所谓的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也就是说是从一地到这个十地之间呢，就是这个是叫这个菩萨，就像我们这个《如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就一地到十地的这种德果证呢。 德果甚至呢，就是叫这个菩萨。那么从一般的这个含义呢，像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都可以叫这个佛子。就为什么呢？就如心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什么？这个生死即苦有情，倘若生起菩提心，即可得名诸佛子。世间人天应尽力吧，就是这个颂词里面呢。 都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个在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苦恼的这个众生呢，当你的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刹那呢，就你就变成了这个所谓的佛子啊，就从那个时候呢，都变成了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人天众生的因果处啊，就因理处、因境处。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呢，就是都可以叫做这个佛子啊，就那么我们在座的大乘佛子呢，所要信持的。 所要这个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所讲的有三十七条啊，就是无著菩萨呢，就是当时每一个偈颂的后面呢，都用了那个佛子信，就是佛子信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大乘这个菩萨、大乘这个发心者呢，所要信持的这个戒律。 就所要信持的戒律，一方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既然发了心呢，就是要这么做；另一方面呢，要知道是自己的这个心为呢，以如获的这种大乘的这种历年来这个色次啊，就是规范，就是自己的行为应该就是了解这方面的这个道理。所以这是那个佛子心。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是无著菩萨做的。当然，这个无著菩萨呢，我们讲三苏海这个三苏海的作者。 也是那个修行契啊，这个著述的啊，就修行契啊前世的这个作者，而并不是印度的这个龙门无祖当中的无祖啊。现在有些人搞错了，我看见有一个佛子心的这个讲义，就是他呢，就是写这个无祖祖，无祖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在外面呢，就是有一个印度的这个无祖菩萨的这个像啊，就是他说明呢，就是肯定是他不知道是这是那个藏传佛教里面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无祖伦师啊，就是所以无。 菩萨的这个专辑呢，我以前也是已经这个翻译过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将入菩萨心论》的时候呢，在菩萨《入菩萨心论》的法本上呢，也已经这个就有了，就所以希望呢，我们也是再次的看一下这个作者的这种大悲心，作者的这个教言的殊胜心呢，就是跟个其他是不相同的。那么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了，这个佛子心呢，多听多度的话呢，那这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增长。 这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殊胜价值和他的这个殊胜法性，所以我们。 在座的各位呢，应该就是要了解，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三首和一些论点呢，就是肯定是非常多的。但为什么是这个佛子心呢？在整个佛教界当中啊，就是如是的这个兴盛呢，就是原因呢，应该是就是他的这个发心啊，就是他的这个发心。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也会听得到，就是国内外的很多高僧大德，就是在传述佛法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也听到啊，就是这位大德也是在这个印度也是传这个。 佛子心啊，就那一位大德呢，就是在美国也是传佛子心，可能你们很多就是道友呢，应该会就是听得到，就是所以说，我想呢，我们就是今天呢学习这部论点，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欢喜心，没有欢喜心，没有兴趣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法的这个学习呢，就是不会这个成功的。因此，我们现在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它的题目。那么下面就是将这个佛子心呢，就分为这个粗义、论义，就然后摩义，就是分三个方面。那么粗义呢，就是分那个。
也就是说，定理和这个逆事啊，就是定理和逆事。定理呢，也分总定理和分别定理。第一个是总定理，就是这样讲的：南无那个修拉雅，南无那个修拉是实际上是梵语啊，就是这个梵语呢，意思就是说南无是定理的意思，那个修拉是时间自在王。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定理就是时间自在，时间自在是指的是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应该说是这个无住菩萨的这个本尊。有些理是资料当中就是说是无住菩萨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化身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初祖都看见，就是这个无住菩萨塑造的轮点的这个前面呢，就是经常也定理这个观世音这个菩萨。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依靠观世音菩萨的价值升起，就是不共的这种悲心啊，逐渐呢就是真正这个成熟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那个。 啊，就是总体理解。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分别呢，就是与上师无二无别的观世音菩萨面前做定理的偈颂，谁见诸法无来去，然为精勤力重者，神识护住观音前三门横舍，精定力。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就是赞叹呐。 就是他的这个上师，就是上师，他这里就是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什怎么样的呢？他虽然已经就是见到了一切这个万法的这个真理，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啊，就是从这个实相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也是这个他的上师的已经这个照见了，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真相啊。那么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是什么样呢？就像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就像我们这个龙。 龙目菩萨的众人的开悟的偈颂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短，不异也不异，不来也不去，就是已经就是动到了这个道理，就是这就是佛陀就是唯一了知的，就是也就是说离开了就是八种这个细论的这种境界。但是呢，为呢这个你以众生的话呢，就是他以为的这个精勤者啊，就是并不是像阿罗汉呢，就是证悟了发心一样的，并不是融入这个法界这个涅槃呢，即灭涅槃呢。 不是这样的，虽然已经从实相上是已经证悟了一切诸法的本体，但这个现象上呢，就是也是这个不会注意这个涅槃的这种寂灭过，而利益这个众生呢，就是一味的，就唯一的利益，无条件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就是他的大悲心是非常这个强烈的。涅槃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知不住三有，悲不住这个涅槃呢。我们这个相关转论里面也是跟这个宋词基本上是相同的，知不住诸有，这个。 悲不耻涅槃，就是就讲这个颂词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因为他的这个。 智慧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了。智慧非常殊胜的原因呢，就是他不会这个注意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就是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啊，就超越了这个世界。然后因为悲心呢，就是极为强烈的缘故呢，就是不会这个像小乘阿罗汉如也这个寂灭一样的啊，就是不会这个注意这个涅槃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上师呢，就这样的这个殊胜护主，当然他的这个殊胜护主呢，是什么这个恩重如善的这个舍卫上师啊，然后。 和那个光文博学的舍卫上师，无与伦比的两位上师，等等，就是无住菩萨呢，有很多的这种上师，但主要的这个上师呢，就是两位这个就是专辑里面是有的，你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两位上师，就是尤其是他的相续当中，真正的三起菩提心呢，有这个两位上师。那么这两位上师呢，就是与观世音菩萨这个无二无别，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那么作者呢，就是作者就是无住菩萨，就是以三门就是僧客以三门非常这个毕恭毕敬的方式来，就是对他。 面前就是定力的，当然在这里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是以这个菩萨现象的这个角度来，这个案例的。其实呢，有些这个佛经当中就是案例的话呢，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是早就已经成佛了。比如说佛经里面就是也是这样唱的说的，过去真法明如来，先前观世音菩萨，就是佛经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话，意思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呢，是这个叫做是真法明如来啊，就但是呢，为了利益众生。 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呢，就是显现这个菩萨像，《普明品》里面呢也是这样说的：“三十二因，诸尘刹，谁来化现？谁来化现？就
就是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悖心，就是有了智慧和悖心的话呢，不会愚昧的，也不会不读众生的。如果你没有悖心，就是只有智慧的话呢，可能很聪明。就像现在的一些事件的大学生啊，或者是有一些事件的这种这个高材生子，那么他们呢很有智慧的，很聪明的，但是呢没有悖心，就是他不会就是帮助众生的。有些人很有智慧的话呢，觉得他想帮助众生也是因为太笨了，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一定要具足就是智慧啊，就是具足智慧。 下面就是从小都是要这个学习啊，就是居住之辈。下面就是讲那个，离了智缘诸佛的，这个是历史句，修此正法二乘就，也以料之其行过，于此劝说佛子行。那么他这个偈颂呢，很多人我看见很多法师就是讲的时候讲错了啊，就是不说谁啊，就是但有些法师讲的时候讲错了。 所以法师们讲经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有时候是没有传承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一切的这种快乐，一切的这种利益啊，就是这些的来源呢，就是这些的源泉呢，应该是这个佛陀。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世间当中所有最殊胜、最快乐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个佛陀啊，就是佛陀的这种。那么这个佛陀的这个果位的来源呢，也并不是。 平白无故这个出现的，应该是修此正法二者个成就的啊，这样理解，或者呢，就是说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利和乐啊，就是利和乐呢，就是增生生和决定生的果，就是这样来理解的。就像龙婆菩萨所说的那样，就是增上圣序乐，什么定生续解脱，彼因若虐舍心性悦智慧吧，啊，就是如果那个就是增上生，我们人天的这个所有的福报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乐。 啊，就是现在实践当中所享受的这些快乐呢，就是叫做是乐。然后呢，获得了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呢，就是叫做是利，啊，就是叫做是这个解脱啊。就解脱和这个快乐这两者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当然是非常多的。但是龙目菩萨归纳起来的话，信心和这个智慧啊，对生死三宝没有信心呢，就是也不可能求解脱的。然后对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要这个取舍的智慧没有的话呢，也不可能求的。所以我们。 就是佛国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佛国呢，就是一切弥勒的源泉。那么佛国的来源呢，就是通过这个修此正法而来的啊。所有的这个阿罗汉，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佛陀呢，并不是通过什么这个战争啊，然后呢，就是侵略这个别的国家，通过这种途径也并不是的。那么通过其他的一种交杂的这个途径来获得呢，也并不是通过一些这个贸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关系得来的，没有吧？就是确实没有的。 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在座的各位也是真的要想获得这个佛果，想获得生果的话呢，一定要修行佛法啊！就修行佛法是最好、最最妙的一种这个利乐由亲的办法。自己也是这样的，他人也是这样的。我经常都是在想，真的这个佛法的价值和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像我这样的这个小小的人呢，有时候呢，就是通过佛法来能帮助众生的啊，就是我经常就想，有时候呢，就是我有时候啊是帮助别人，也自己的这个信念呢也很快乐的。不管是我生病也好，我遇到什么样的话呢，还是很快乐。从内心当中的快乐，并不是表面上皮肤上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是不是这样的。从内心当中，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这个对境呢，都很快乐。但这个快乐的来源呢，我去寻找，寻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法。如果没有这个佛法的话呢，哪怕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财富，我一个人拥有呢，我不一
就是他停电的时候说：“哎呀，我好快乐，我好快乐，真是很快乐。”前一段，他去海底的时候也是，他停电说是快乐。然后我跟他说开玩笑：“你不要停电给我说快乐，快乐，你是不是造那个西冷漠？” 那个，
所以，他也不是什么那个的吧？就是我现在是真的，这个有了佛法的一些境界，修行的话呢，就是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就还是这个处于很这个快乐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也的确是这样的。你没有遇到佛法，没有这个修行之前的话呢，有钱也不行的，有这个各种这个条件也不行的，凡是心里就是整天的是说不清楚的一些痛苦。但真的通过这个佛法来调伏自己心的时候呢，就这种这个快乐，就是也是。这个就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这个表达的。当然，这个你如果获得这个佛果的话呢，那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忧虑痛苦全部消于法界，就是那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个佛法。那这个佛法呢，就是也是依靠这样的这个像佛子行那样的这个行为，也应该了知即性故，就是这种这个佛法呢，要知道这些行为，只需要知道这些道理，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作者无著菩萨呢，在这里啊，就是给我们宣讲了这个什么殊胜的。这个窍诀，本来呢，造论啊，就是造论呢，就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缅见本尊啊，还有那个就是精通无明啊等等，就是条件。但有些这个论师呢，就评价，就是说是无著菩萨呢，就完全具足啊，就是三种那个造论的这个条件，就是因此作者的这种悲心呢，极为的强烈。就是我们这个道友们呢，就是也非常这个希望就看一看无著菩萨的这个传记，然后传记里面的有一些道理呢。也知道是这个法的这个殊胜性呢，这个法跟其他的法呢，的确是不相通的。现在很多凡夫人呢，就是自己随便就是造这个，不要说30气，就是50气的这种诵词呢，一下子就可以造得下来。就是我看到那天有一个道友呢，就是他也造了一个37个佛子行。但是他写的乱七八糟的。不要说是佛子心，就是凡夫心都不行。现在的世界人什么事情都搞得出来。我想起来很多事情。那么下面就是说那个就是所以啊就是一切弥勒的源泉就是这个佛陀，佛陀的来源呢就是正法。那么正法呢，我们要修持，要了解，就是所以为了让大家这个自他懂得这个佛法呢，就是无著菩萨非常悲心的给我们造了，就是具有这个37个这种这个就是带有这个佛子性的这种颂词。那么下面就是正论论义啊，就是这个论呢，就是分那个前心和正，就是其中前心和就是真心，就是3世道，就是分这两种。其中这个七宗千行里面，第一个要宣讲这个难得的这个人生。疑惑厦门大主是为自他渡轮回海，日日夜夜不懈怠文思修行佛子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就已经这个获得了原理，就是八种这个无暇的这个八种现象。然后呢就是从字方面已经具足条件的修持佛法的这个五种字圆满，从他缘方面具足的五种这个他圆满了，总共呢就是18种这个现，就是现象啊，就是也就是说是下满，就是具足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实际上是就像越过大海的就是大船啊，就是这个航船一样的。那么依靠它呢，让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芸芸众生，自他的一切众生呢，就是在无边无际的轮回的这个被这个烦恼这个境遇所缠绕的这样的这个苦海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出狱啊，就可以呢就是解脱啊，就解脱。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么这个殊胜微妙的这个人生大船的时候呢，就是千万的不能这个懈怠啊，就是一定要以这个白天呢就是不休息，晚上呢就是不睡眠，要紧紧的日日夜夜的这个行持。日日夜夜是做什么呢？也并不是日日夜夜让我们这个上班呢，就是天天都是到办公室去抽一根烟，看一个报纸，就是让就是混时间，就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尽心尽力的文思修行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生难得要有意义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要文思修行。就像以前中东吧所说的那样啊，就是要修行的话呢，你必须要文思修行这个相结合，这就是修持佛法的一个殊胜窍诀。就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大家这个文思修行呢，应该说是在人生当中是最有意义的。如果你没有现在这样这个文思修行的话，那就是确实是很可惜。
系的啊，就吉田菩萨也说是是故世尊说人生既难得，的确是我们这个佛陀都给我们就是三番五次的已经告诉了，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殊胜的这个人生，但是呢我们没有好好的这个运用的话呢，那真是非常的愚笨，就是积德次贤下如什么这个若为性之身自己魔神次什么也无过次于是吧，就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已经这个该获得的这种人生是非常殊胜的，已经得到了这个人生，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心慈善法的话呢，再没有这个欺骗自己的了，再没有更愚痴的了。现在实践当中呢，有时候我们放眼看望世界啊，就实践当中是有这么多的人每天都是就奔波啊，每天都是这个忙碌，实际上真的这个修持善法文思修行方面有多少呢，就是的确实是没有的。因此大家在这个文思修行上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下功夫，如果我们文思修行上面没有下功夫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可惜。以前中通巴尊者也是说了，人生是非常难得的，遇到佛法是更为难得的，因此呢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这个耗尽，不能这个空耗啊。但现在实践当中是有度过这个就无意义当中度过的人特别多，有时候大城市里面去了以后的话呢，整天都是很多人啊，就是打麻将啊，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喝酒啊、抽烟啊，就是各种这个非法的一些行为呢，然后就是度过这么这个难得的人生，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呢，既然你已经这个发了这么殊胜的这个菩提心，也获得了这个人生，一定要把这个人生就是利用起来。利用的时候呢，要听闻佛法，然后思维佛法，在这个信，在这个修行。这个文思修行呢，要结合起来，就是并不是说我今天问就是明天修，就是后天呢思，就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就像扎嘎善法里面说的那样，就是举毛吃草的时候呢，就是一边就是什么那个蕨草。和这个引草啊，就是是同时这个进行，就是这是一个殊胜的很殊胜的这个窍诀。我们现在呢就是一边就是听着这个佛法，一边呢就是思维它，思维它的同时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去信子，这就是文思修行不脱离啊。就我觉得是扎克山法里面专门有一个这个片段呢，就是说是文思修行不脱离，就这一点很重要的。但现在呢很多人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到底这个人生到了以后干什么做什么，有些甚至出家完的以后呢还在不知道是我到底我现在已经剃了头发了，我现在要干什么呀，那你跳河吧，就是还干什么那应该这个问思修行，除了这个以外还干什么呀，就是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啊，就不管你出了家也好，或者是修什么心慈的话呢，有时候真的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是，你有出了家以后干什么，不用问了，就是应该问思修行了。你那个出了居士戒以后呢，我现在皈依完了以后我要干什么，就问思修行，除了问思修行以外没有什么。但问思修行必须要，如果没有问思修行的话，现在我们实践上的很多人呢，就是只学一点这个就什么课本的这个知识啊，认为自己是就是什么叫自满，就是觉得是就非常的这个得意。其实在国际上看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们的一种课本知识呢，就是根本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很多人从小学然后到大学然后就读了一些博士生的话，那觉得是我是很了不起的。其实你真正要了解这个世间的一些知识的话呢，你必须要学习佛法。你如果没有这个学习佛法的话呢，你光是那个教室里面的这种知识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狭隘，就是应该说是解决不了任何这个问题的。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知识呢，就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因此呢没有必要就傲慢，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有知识的人呢，就根本不愿意这个问思修行。他一切呢在这个实践当中是度过几年的这个数啊，然后自己呢就是觉得是已经这个变质了。就第一个就是我是博士生啊，你看我的名片呢，就又没有什么可看的，就是这是一个专业当中呢你得了一个名片而已，就是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一定要这个这光文博学，就以前的一些大德们呢，善知识们的话呢，真的是这个无明净通的这些大德，就是看怎么样，他们的行为怎么样。一看这些大德们的这个修行的话呢，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有些所谓的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就是真的是非常可怜。那么上面就是说这个日日夜夜的心持文思修，那么第二个这个假心呢，就是说这个远离这个故乡，就是远离就是一切这个烦恼的来源的故乡。贪恋亲房如沸水，嗔恨地方如烈火，以往去舍亦暗者，抛弃故乡父子心。
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真正要问思修行的话，那就是最好是远离故乡，到一个寂静的地方。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呢？他这里讲了一些原因，因为这自己的这个故乡呢，其实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来源呢，首先是作为这个贪心的话呢，贪念自己的这个父母啊、亲友啊，以及这个家属啊，等等等，就是整天呢，就是对他们的这个事情就是生气，就是贪爱之心。那么这种贪心呢，就非常的这个强。就是滚滚这个覆水，奔腾不息一般，就特别的这种可怕。就是这一点，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应该是感觉得到。就是今天跟这个人就是谈着，明天跟那个人谈着，然后始终都是你的这个心呢，就是一直就是缠着，就没有办法就是解脱出来。就是有些这个大城市里面人真的心里面想修行，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就是不要说其他的事情，就是整天的是，我就认识的有一个居士，就是他天天呢，经常就是打电话，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啊！我今天跟我妹妹过生日啊，我明天跟我哥哥过生日啊，后天我跟这个姐夫过生日啊，就整天好像过生日的事要花很长时间呢。就是最俗名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就是贪念的特别的。特别的这种这个可怕，就是没有这个修行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人呢，就是憎恨自己的啊，就是抢夺我的财产啊，诽谤我的人啊，或者是对我这个关系不好的人，不管是单位的里面的、家庭里面的，以及这个你这个附近的、你所认识的这些人呢，整天的是这个争名夺利，就非常的这个可怕的。那这种憎恨心呢，也不是一般的，摧毁三根的这种憎恨心，就像这个熊熊烈火一般，刹那瞬间就是摧毁我们的这个相续的。这种憎恨心呢，就是。也特别的这种强烈，然后痴心呢，就是更为严重的。以前了知的一些所取的三法和所摄的这种恶法，那么这些群色因果的智慧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逐渐逐渐就是淡漠，逐渐逐渐就是就消失。然后自己的这种无明愚痴呢，就是逐渐在这个新的虚空当中弥补起来。然后呢，就自己啊，就是对这个取舍三恶方面的话呢，就是已经迷迷糊糊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啊，就不要说是很多人了，就。我们作为我的话呢，在寂静地方已经接受了20多年的佛教教育，应该说是自己有一种定力，但是很惭愧的呢，不能就是不敢待在这个很多的这种人群啊，就是城市当中，待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呢，最后的话呢，好像每天都是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这个修行，就悲心啊、痴心啊，什么都就是发不起来，就是除了一些那个无聊的这个事以外呢，就是每天都是就这样的这个，最后呢，自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除了一些方式呢，或者说是一些那个就看病以外的话呢，就是尽量的就是逃避这个城市啊，就是特别害怕，就如果再这样待下去的话呢，虽然我以前寂静的地方待过很长时间，但是本来自相续当中的这种悲心和智慧是很微薄的。然后再这样待下去的话，那就是一天减少一斤，一天减少一斤，就是最后呢，十斤全部都没了，就所以特别的害怕，就是真的就是内心当中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当然，这个如果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呢？因为它是贪嗔的来源，是贪心的这个来源，嗔心的来源，痴心的来源。贪嗔痴呢，我们在烦恼当中呢，就是最可怕的三大魔君。所以这个烦恼就是没有这个相互之前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抛弃这个故乡啊。当然，我们大城市里面的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完全抛弃故乡，你今天就是放弃家庭啊，然后什么这个孩子老婆全部放弃，工作这个全部放弃，就是明天都是背着一个包，就是到前往寂静的地方的话呢，恐怕是这个不现实的。但有些人呢，可能那个就是像出家，就是像尼凯的时候呢，说这句话都能记得很清楚的。去年好像去年前年吧，就是我在杭州这个讲这个佛子行，讲这个佛子行呢，有一个居士呢，他特别像出家，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我当时这个可能是一堂课就是全部讲下来了，就是讲了可能2个多小时。然后讲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下完课以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说开玩笑，我说我今天讲的什么法啊？是你今天讲的这个远离故乡，就是远离故乡。然后他的这个旁边呢，就是他妻子很不高兴，就是说是堪布讲了那么多，就是有37个佛子信，你怎么只有一个远离故乡？有些可能，但后来的自己也可能没有出家吧，就是没有出家，就是也许可能家人不同意。
他当时甘肃很省的，就是确实觉得是旁边的很多贪嗔痴的来源，就是没有这个意义啊。有时候我们有些导游啊，就是回去以后也可能感觉得到。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导游呢，就是也非要就是下去要就是度化就是家人，就是结果呢就是在家里面待了几天，然后呢就是这些什么贪心啊、嗔心啊、痴心啊，全部都已经干熟了，就是然后就尽快就回来了，就是因此。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在山里面是真的是很好的，但是呢，在城市里面来讲，是现在大多数的人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呢也是跟他们就是算是一种教研吧，就是要求呢，不一定要这个远离故乡，就是那你那个尽量把自己的时间调整好啊，就尽量一些说是呢，就是断绝这个断绝，然后呢，就是自己有条件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我就是弄一点这个佛堂啊，然后在这个每天呢，就是比较这个。就激进的方式来，就是修持一段时间，自己看书啊，那这也是算是一种远离，就是远离你的这种喧闹，就是也是现在只有这种条件。其实这样做的话呢，我也看到很多居士啊，就是以前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散乱，那么现在呢虽然做不开这个工作和家庭，就是但是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命运呢就是自己开始把握，然后呢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呢。工作啊，很多都调整，每天都是自己创造这个有学习佛法的这个机会和条件。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种方便方法。以前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上师呢，也是在这个，尤其是上师如意宝呢，就是在美国讲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是这种窍诀来给他们讲的。你们现在所有的人到了这个山顶上的话呢，就是那这里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可能是现在不允许的，但是呢你自己最好自己这个创造呢，就是。一个这个修行的条件，就是这也是一个这个远离故乡的窍诀，也是一个意志精进的这个教研。所以我们那个这个远离故乡呢就很重要的，就是如果真正的一些像以前噶当派的一些修行人那样的话呢，也很重要的。扎嘎山方里面也讲了，就是住在寂静地方的这个修行人呢，不管怎么样的是不能这个回一些世俗的家里面，当时比如说如果你听到了父母死了，父母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最好不要这个回去，你心里这样想，我回去也是无济于事，就是我也救不了他的不死，然后呢就最好呢在寂静的地方就是好好的给他回向。所以我们这里有些道友啊，就经常听到你的什么这个妈妈死了，就是父亲死了，就是赶快回来。以前我们在这个山阁里面经常收到一些电报，就是现在不用电报，就是就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催你回去，催你回去的时候呢，你就这样想，我现在已经这个在这么寂静的地方，已经这个突发也没有了，回去呢也不是特别的自在，那么这个回去之后呢，好像那个就是父母怎么样生病也是我也没办法，就是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是什么医生，那干脆我给他念一个普贤行愿品，就不回去，就是按照扎嘎山法的真正的这个教研的话呢，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真的有些道友呢遇到自己的身上啊，就是事情就是落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恐怕也是无法这个面对的，就是经常也这种情况。真正来讲呢，就是远离故乡是这个修行的最好的一个方便法啊，就是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也经常这样这个讲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Om Mani Padme Hum.